哇，这收纳太难了。我们这次的专家，据我所知是一个，干不动了，就在前面。我发现头很晕，很热，然后身体也非常非常累。降个温。啊，这。 身体太热了，就导致了头有点烫，还好找了一片水域，然后下去冲了个凉，让身体迅速的降温，不然真的要中暑了。我现在头完全不疼。 身体太热了，就导致了头有点烫，还好找了一片水域，然后下去冲了个凉，让身体迅速的降温，不然真的要中暑了。我现在头完全不疼。 我不相信，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所以你刚才说我们要到这里之后，荡到另一个直插上去，就这里。对，所以我们是要这样揉上去。对，目的是把绳子引过去。他抛了小一个小时，后来我说这个要不我来吧，他还一直挺坚持的。你只需要再发一点力就可以上去了。 有了有了！哇！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就像我滑滑板，做一个很难的动作，做了很多遍，然后终于成了。啊，这个很好。嗯，对，带一个这个小壶嘴。 你平常早上起来先吃早饭还是先喝咖啡？先喝咖啡。我一般不怎么吃早饭。哦。你给我来一点尝尝。冲酸了。OK，够了。谢谢。没了。哇，活过来了。幸福的时刻，对。 就是在大自然里户外的一个环境里，然后去享受做咖啡的过程，冲的时候咖啡的味道慢慢飘起来，跟大自然的空气的一种混合，然后喝进去就很舒服。我觉得大自然对我来说都是会让我心旷神怡的，看起来比高楼大厦更舒服吧？可能，嗯，它是自然的环境，是有生命力的环境。 到目前为止，你经历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？就是你想要而没有得到的是什么？嗯，没有。没有你想要而没有得到的事物。对，首先我做的是喜欢的事情，那也不是说所有喜欢的事情都会很顺利的去完成的。在我学街舞的时候，街舞被大家是看不入流的，不入流的。我想去学的时候，我父母也是拒绝的。 有了有了！哇！后来是你父母也被你说服，或者说愿意支持你。八九岁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记得很清楚，是在冬天，然后我在医院里打吊针的时候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街舞比赛，我好像说我一定要学这个，我非常喜欢。 那时候我就一直坚持跳舞，非常坚持。整个暑假，我从下午的1点到跳到晚上的9点，一直都在跳舞。嗯，我
如果不是我父母看到了我的这份坚持，我在舞蹈上的天赋，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。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就像我滑滑板，做一个很难的动作，做了很多遍，然后终于成了。就像挑战的很多地形，然后滑手们都会 last try， 但是最后都会成。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怎么了？哇，他真的吸你的血，完全没有感觉。是，所以他咬的时候是没有感觉。你现在疼吗？不疼。哦，有点辛苦。你快到了，你可以摸到我的手吗？怎么样？你先休息。有点困难。上去那一步确实很难。我觉得一波他尽力了。他第一次做很厉害，我第一次都没办法在树上掌握平衡。他可以掌握平衡，并且爬这么高十几米，很棒。我看不到是在哪儿，腰上吗？对，就在这里。啊，天哪！你帮我拔掉吗？把它搞下来吧。哇！哦，感觉很疼。哇，不疼不疼，疼到不疼，就是啊，哈哈哈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把头倒是拔掉了，尾巴没。我不敢动。哎，那我来。在哪？这儿吗？对。OK， 看你一个东西，这个是蚂蟥，这边也叫山雉，还有水雉，这边都很多。哇，他正在吸你的血，完全没有感觉。是，所以他咬的时候是没有感觉。你现在疼吗？不疼。哦，拔吧。我在这儿掰。OK， 你看他还是吸了一些血的。他这个吸完了之后，他这身体能长到5到10倍那么大，他能吸这么大，所以你一直如果不管它，它就一直吃你的血。这玩意儿可以200天不吃一次，一次吃个饱，高蛋白而且是中药。你的意思是也可以吃？可以吃的，这个卖的很贵的。带着我的血然后吃掉。对。喂，哇，有水了！哇，终于到水这儿了。看到水瞬间兴奋了。对，我要洗脸。凉吗？哦，还好，可以。行，我马上跳下去。哇，今天太阳太大了。啊，太爽了。来一波啊。哇，哇，太爽了！你帮我来一下，来，好凉这水。哇，你可以先洗个头，对，降个温。啊，好爽！我要降温，降个温。身体太热了，就导致了头有点疼。还好找了一片水域，然后下去冲了个凉，让身体迅速的降温。
不然真的要中暑了。我现在头完全不疼了。凉吗？哇哦，还好可以。行，马上跳下去。哇，今天太阳太大了。啊，太爽了！来一波啊！哇！呜呼啊！哇！太爽了！你帮我也来一下。来，好凉啊这水。哇！哇！你可以先洗个头。对，降个温。啊，好爽！太漂亮了啊！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那是我第一次在大自然里看到对我生命有危险的一个动物，就很奇怪，明知道它有危险，它有剧毒，但是又很愿意去接近它，去观察它。它就很安静的在那个很小的一个树枝上一直待着，一动不动的。而且我也本身喜欢绿，第一次做，我也是，对，那第一次做胡辣汤是吧？哇。哇，这也太香了，有味道吗？嗯，我有，是不是慢慢有点那个感觉了？尝一口，哇，胡椒味非常浓，很香，是那个意思啊？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我自己喜欢的家乡菜。就胡辣汤、牛肉汤，因为小时候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早上都是喝汤去。上学之前是吗？六年级吧，好像就开始了。哦，我觉得可以一块回趟洛阳了。对，我们要在这个3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找到程序员。好久没别的路了。哇哦！慢一点，很滑。哦，体力消耗很多很多。我不相信，我没有办法完成。这是一个超级高速公路，你离他们越来越近。很费腿啊！哇，腿爆酸呢。我们这次有可能看不到长臂猿吗？当然还是希望能看到长臂猿。哇！哇，腿爆酸呢。刺激！啊！我下去了，还好，我觉得所有条件也都不会。我作为跟你合作过两次电影的导演，我想知道，作为节目的发起人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目标是什么？其实，在前几年，好像心里都只有工作。但慢慢慢慢又觉得自己的人生也是需要去重视的吧，就想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做的过程中开心。给我一点绳子。在过程中确实让我觉得很痛苦。啊，我说怎么有点疼呢？哇！就想说，我应该多去看大自然，在大自然里让我能够感受到生命，感觉到我自己还活着。这个节目更多的是希望跟大家交流一个年轻人的成长，他是一个什么样子。
激。我下去了。能不能帮咱们去找方向，找到这棵大树就可以望出去。好，嗯，我们爬上去吗？爬到树上。啊，OK， 会有一点来回晃是吧？对，那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还会转来转去。你快到了。呀，你可以摸到我的手吗？耶！谢谢。你那饭怎么感觉加生啊？是要吃碎的是吗？嗯，我觉得挺好吃。就是、嗯，没错，我不挑食。你觉得这个好还是方便面好？方便面。啊哈。嗯，可以吗？太香了，就喜欢这种糊糊的味道。嗯嗯，它像不像一个小恐龙？对。就有那种鳞片的感觉。OK， 一直张着嘴准备随时攻击我们。对，这太害怕了。快让他走吧，对，不会伤害你了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去吧，去吧。但我不会搭吊床，一会儿咱们一起搭。OK， 你这样是从哪儿往哪儿吊呢？天幕，这样拉过来吗？对，搭上去。那吊床呢？这一个啊，那一个，然后你咱们可以搭两个天幕也 OK 的。怎么绑的？你绑一个抓紧。但我还是没搞懂，吊床往哪吊？这边往哪拉呢？可以系在树上。对，但是意思是也可以吃，带着我的血然后吃掉。你要吃吗？对，我可以看你吃，但我们不吃，不用吃了。植物的味道。你那饭怎么感觉加生啊？要吃碎的是吗？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我不挑食。咬蛇，蛇，就是这边最常见的一种毒蛇。太漂亮了，好漂亮。让它走吧，对，不会伤害你。鸡皮疙瘩起来，还想看到一只青色的长臂猿在树枝上。又好奇又兴奋，然后有一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，但是看到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哇，终于见到的那种感觉。啊哦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在晒干自己，豆子喝不了了，咖啡味。里面灌满了水，里面有咖啡，然后还有茶，我就直接喝了。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。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慢一点，很滑。哦，体力消耗很多很多。这是一个超级高速公路，这离他们越来越近。嗯，很费腿啊。哇，腿爆酸啊。啊，这个很好。嗯，对，带一个这个小壶嘴。你平常早上起来先吃早饭，还是先喝咖啡？还是先喝咖啡？我一般不怎么吃早饭。哦，你给我来一点尝尝。冲酸了。OK， 够了，谢谢。
活过来了，幸福的时刻。对，就是在大自然里户外的一个环境里，然后去享受做咖啡的过程，冲的时候咖啡的味道慢慢飘起来，跟大自然的空气的一种混合，然后喝进去就很舒服。我觉得大自然对我来说都是会让我心旷神怡的，看起来比高楼大厦更舒服吧，可能。它是自然的环境，是有生命力的环境。我们现在可能只有一个选项了，只能从中间这个瀑布下去。很滑，慢一点。其实很滑，横向的移动是挺滑的，它是又有水流，又是那种半斜不斜的坡度。有没有探险的地方？可以。这边要怎么下？就从这边下来。是不是从这边好一点？啊。这边可以走那边。啊。我觉得我内心还挺强大的。太舒服了，这才只是十米，如果以后更高的话，我觉得会更有趣。如果有机会的话。什么东西？有一条蛇。蛇？在哪？在那个树上。哦，猪年轻。哦，不是最毒的，但是咬人的是最多的，就是这边最常见的一种毒蛇，它能感受周围的热能量，它不会致死是吧？啊，也需要打血清。你看它现在盘成这样，但是它的攻击范围可以到这儿。嗯哼，可以到这儿。太漂亮了啊！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那是我第一次在大自然里看到对我生命有危险的一个动物，就很奇怪，明知道它有危险，它有剧毒，但是又很愿意去接近它，去观察它。它就很安静的在那个很小的一个树枝上一直待着，一动不动的。而且我也本身喜欢绿色，就是太漂亮了，太美了。我现在在晒干自己，而且这个石头很热，也可以帮我的衣服快速晾干。我们现在在长臂猿栖息地的附近，明天要去追长臂猿，4点钟准备好出发。不敢去抓，要小心。我也没想到，这太大了，这应该是泥鳅。这煎一下，火烤一下，脆的。啊！哦，完了，怎么？腿太酸了。哎，好爽！先来点儿。谢谢。哇，腿太酸了。睡得怎么样？我第一觉醒来，我看了一下表，5点。再往里吹气。已经鼓了。现在这个气已经很多了。这应该不会漏了。应该不会。OK 了，外套也忘脱了，没关系，再装。我吹了2次气了，再吹一次。又热又吹气，还没油呢，就把自己肺活量给看了，用尽了，用了一半了。豆子喝不了了。
里面灌满了水，里面有咖啡，然后还有茶，水是黄的，都可以直接喝了。不过紧的话可以打一个结，对，打一个结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游完，没问题。现在感觉怎么？可以，挺好的，水温很舒服，完全没问题。对，但我们可能要游得很远，淋雨不好走，但尽量在水路里多走一点。嗯。比起负重，对，徒步的累，这个舒服很多，在水里的感觉更好。对，现在风在帮助我们。我的包越来越沉了，小心这些。地里漏了不少，能踩到木头吗？我已经坐上了。哇，那你真棒！深的地方很深啊。哇，我们游了，真的，游了很远，还挺远的。哎，我们就咱们上去就能看到，从这儿上去。对，就离他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近了。嗯，我觉得一博用当下流行的话讲呢，就是一个淡人。对很多事儿，他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应，也不会说很多，但是他想好的事情，他就会去做。豆子喝不了了。嗯。那里面灌满了水，里面有咖啡，然后还有茶，水是黄的，都可以直接喝了。我现在在晒干自己，而且这个石头很热，也可以帮我的衣服快速晾干。长臂猿应该是整片山起得最早的。他们几点起？他们呀，他们应该一会儿就起了，不到六点就会叫。哇哇，他们群体开始叫，群体开始叫，群体一起来了来了来了，第一声。哇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那是吧，就在这儿，感觉就在头上。对对，就在这边。哇，还是我的。那个树枝在晃。哦，看到了，这金色了。我才看到一只金色的长臂猿，在树枝上停留了一会儿，然后跑走了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哇，现在是一只黑的，很小很小。哇，他看你了。对，他这样。哇，刚才在追的过程中就又好奇又兴奋，然后有一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，因为又一直在爬很陡很陡的山，很困难的路，但是看到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哇，终于见到了那种感觉。如果这个山峰很高，我觉得会一直爬上去。它就是欲望嘛，除了累就是累，加油！我会是属于一种完美主义者吧。因为小时候第一次收到玩具，第一次吃到汉堡，那种开心是很满足的开心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很少，但是。好像这四天有一些那种感觉类似的。嗯，你希望从这个节目中体会到什么，学习到什么，或者获取到什么？其实在刚开始来雨林录制的时候是非常期待的，我就是喜欢接触新鲜事物，我很喜欢去尝试做一些没有做过的自己感兴趣的，所以我喜欢可能这种第一次的感受吧。看到长臂猿是第一次，在雨林里攀树是第一次，然后看到毒蛇是第一次。其实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意义，可以体验到很多人生不一样的第一次。到最后也发现，其实第一次会越来越多，我们实在太渺小了，对于大自然来说。体能真的可以。我吗？我吗？我吗？这个地方他们做了一张特别好的线路。嗯，这个地方叫换血处。嗯，他从这个地方就开始
换上雪板，走走走走，一个地方拐弯，然后这样上了。这个弯之后，后面就会有一些这个冰裂缝。OK，Nice，OK，来，马上开始了，来吧。哦，感觉这个板子确实有点软，有点软哈。对，需要适应一下。中间那个夹缝里面那个石头要轻一点发力，它是有点松的。哼，感觉怎么样？第一次？太累了。第一次攀岩，就是雪天，还高海拔，很极限，难度有点大。我真的好难找那个手点，包括我大腿还抽筋了，有几次。还好中间有分段的地方可以休息。对，还有你的保护，如果我没有你的吃力的话，我完全在那里扒不住的。今天的难度我觉得大概在5.8的样子。哇，5.8，因为这个岩石它会有很多雪在上面。对对，还有很多松动的地方，手抓着的话它也是湿的，也会打滑，所以会难一点，非常不容易。我觉得你爬得很快，20分钟。是吗？爬得很快，太累了，不过很有趣。这个起点非常高了，第一次攀岩 ，OK， 非常棒。我们要去走到山顶上，从这个地方滑下来的。前两次前，我们出发。准备向上攀的时候，发现雨势越来越大，真的是要做决定的时候了。我觉得先尝试吧，如果不行我们就下来。好，那来都来了，为啥不去呢？在开始开攀之前呢，还挺兴奋的，希望很快去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在做的时候发现，哇，怎么这么难？感觉怎么样？第一次。太累了，第一次攀岩就是雪天，还高海拔，很极限，难度有点大。其实那天有点扛不住了，从醒来之后反应会越来越严重，本来就只是头疼头晕，然后到后面就想吐了。他现在下撤的话是一个最合适的方案。这次我的心理预期是，就是上来会很快的适应，然后我也不想下去。我会是属于一种完美主义者吧，我觉得这次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遗憾，不是特别完美的。其实我也一直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但好像是其实是实现了，一直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包括你刚刚结束的这个痛苦的电影吗？对，我觉得它结果一定是好的，但是确实在拍摄过程中确实非常非常痛苦。其实在这段时间拍戏的时候，我也在想，很多演员说他很享受拍戏的过程，我就一直在思考做演员哪里享受到。但是其实在结果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的，我会觉得我拍了一个这样的电影，一个这样的角色，让我自己有很大的满足感，但是在过程中确实让我觉得很痛苦。你现阶段会觉得自己有某种困境吗？我觉得
么样的演员。嗯，我觉得是需要慢慢去理清的。他上午的这个状态的话是属于越来越严重的，那么在我们这个判断高反的这个状态里面呢，就属于不太好。昨天晚上你大概醒了几次？应该也有3-4次左右吧。对，有呼吸困难，然后也有头疼醒。那外面更晕了。其实那天有点扛不住了，从醒来之后反应会越来越严重，啊，本来就只是头疼头晕，然后到后面就想吐了。这次我的心理预期是，就是上来会很快的适应，然后我也不想下去，所以在下去的时候有点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不争气。登山的这个过程，它是一个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一个真实的逃生游戏，是有可能让自己回不来的。确实非常非常痛苦，从来没有在高海拔每走一步每做一个动作都会更加的费力，才4个动作就已经累了。起步的时候手没有地方抓，中间那个夹缝里面那个石头它是有点松的，完全在那里拔不住的。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海拔，心率有点快。现在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在青海的港式卡，我们将要去登这座山。非常高兴和你一块来登山滑雪。你现在处在事业的巅峰，如果将来有一天人们不再关心你在哪的时候，你将如何面对？在高海拔每走一步每做一个动作都会更加的费力，才4个动作就已经累了。起步的时候手没有地方抓，中间那个夹缝里面那个石头它是有点松的，完全在那里拔不住的。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海拔，心率有点快。现在我一直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厉害。登山的这个过程，它是一个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一个真实的逃生游戏，是有可能让自己回不来。确实非常非常痛苦，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。你有其他的职业上的规划？我之后想做赛车手。好像以现在的年纪去做网球运动员或者是滑雪运动员都有点难，啊，赛车手是可以实现的。这次我的心理预期是，就是上来会很快的适应，然后我也不想下去，所以在下去的时候有点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不争气。目前的状态看起来不错。对，这次的爬山你会爬到海拔很高的，真正你在攀爬的时候生理上或者身体上会经历非常严峻的一种考验。哇，呀呀，终于登顶了。享受我在顶峰的时候，回忆起在顶峰的时候那种美好，所以我觉得想开一点，可以把那些很美好的回忆留在自己的脑海里，享受所有的过程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尽可能努力的让自己去登更多的山吧。对，你现在年轻成功出名，处在事业的巅峰，作为人的本能你一定希望这种巅峰持续下去。如果将来有一天世界没有这么喧嚣，当人们不再关心你在哪的时候，你将如何面对？刚才那个问题也会让我突然，哦，原来登山跟我们的人生是很像的。很辛苦的到达了人生的顶峰，你看到了一些风景，那有的时候还会继续挑战自己，想往更高的山上去爬去看，那都是一种挑战，你有可能就摔下去了，也有可能你看到了最好的风景，
然后又下来了，就跟我现在的演艺工作可能会比较像。给，呜，这回金敏，来，你先走。给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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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，呀呀，呀，终于登顶了。开房了。嗯，每一次身份的转换肯定是要从零开始的，去学习，去进步，也可以比喻作是到了另一个山脚下去挑战这个山峰，一定有主动和被动，但其实从中也可以学到很多，没有白走的路。一博，怎么样？谁啊？还好是吧？嗯。有头疼吗？没有。啊，那太好了。嗯，可以准备起早了。嗯。啊，发现了！来。OK。哎，人工呼吸。我们去吧。表现非常好。好，走吧，走，走。你所有的痛苦到达了顶峰都会消除掉，我觉得只有痛苦越多，你的开心就会越多，成正比。嗯，我们要去躲到山顶上，从这个地方滑下来的。前两之前我们出发。一博，感觉怎样？现在想睡一会儿。想睡一会儿吗？嗯。现在头疼的这个程度，你觉得大概是多少？比如说一到十。嗯，四到五之间吧。嗯，昨天晚上你大概醒了几次？应该也有三四次左右吧。对，有呼吸困难，然后也有头疼些。OK。有那个恶心吗？
反正现在就是吃不下饭，没有胃口，有一点点恶心。你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？你为什么会喜欢喝咖啡？对，没有原因。对，其实有的时候只有自己心里那一刻，对，才会感受得到。对，往往我们特别纯粹的喜欢就是，对，不用去说出为什么会喜欢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过程中，然后可能遇到困难或者你成功的那一刻，你心里有感触，有喜欢，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出来是喜欢什么。对，好，味道如何？哇哦，太香了，我觉得还可以，非常好吃。不是还可以，非常好吃。是开拍之前的还挺兴奋的，希望很快去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在做的时候发现，哇，怎么这么难？感觉怎么样？第一次？太累了。第一次攀岩，就是雪天，还是高海拔，很极限。那外面更晕了。其实那天有点扛不住了，从醒来之后反应会越来越严重，啊，本来就只是头疼头晕，然后到后面就想吐了。这次我的心理预期是，就是上来会很快的适应，然后我也不想下去，所以在下去的时候有点就是。觉得自己身体不争气。前两之前我们出发。以前有这么早起过去干一个事吗？四点钟好像还真少。对，很少。风好的。是的。基本都带齐了。哇哇，他们全体开始叫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，还是吗？